北市立图书馆，是一个最能展现台北人丰富人文与现代科技的知识宝库，同时也成功的以品牌形象让台北市成为阅读城市的象征。北市图最初是地方士绅于民国19年至36年间陆续捐资设立的4所社区图书馆。民国41年将4馆合并后，正式成立台北市立图书馆。成立至今，除总馆外，已拥有43所分馆，11所民众阅览室，及5所智慧图书馆。全市超过60个服务据点，遍布台北市各个行政区。市民于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接触并利用图书馆，可以说是台北市民的大书房。北市图是台湾第一所获得 ISO 国际品质认证的图书馆，追求舒适、便利、资讯满意、认真、亲切、读者满意的品质承诺，提供所有市民一致性及标准化的优质服务。位于大安森林公园旁的总馆，总面积高达20000平方公尺，馆内宽阔的空间蕴藏着丰富的图书资料与多元的服务。借由绵密的服务据点，不论是在总馆、分馆、智慧图书馆或自动借书站，随时随地享受阅读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梦想。民国101年，台北市立图书馆60岁了，满载着市民的期待，北市图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不断创新与精进，让图书馆成为台北人的骄傲。台北市立图书馆掌握新颖多元的资讯，兼顾馆藏均衡发展，持续充实各种主题资源。全馆超过640万册的馆藏，每位台北市民平均拥有2.4册的图书，为全国首屈一指。而为了满足公共图书馆不同读者与族群的多元阅读需求，北市图以一馆一特色的分工典藏机制，各分馆根据区域特性建立不同的特色馆藏，强化主题服务的行销观念。中仑分馆是国内第一所以漫画为特藏的图书馆，除了各国作品外，还收藏着台湾早期的经典漫画，明亮活泼的空间，让大小漫画迷们有了分享与交流的场所。为了提供视障读者完善的阅读服务，北市图成立了全台首座视障图书馆启明分馆，馆内典藏有点字书、有声书、双视图书及大字图书。此外，更贴心地设置了免付费读报专线及生活语音专线。透过馆员及志工的协助，为视障朋友开启一扇知识之窗。总馆3楼的留学资料中心，搜集了各国留学的相关参考资料，也与美国在台协会合作设立美国资料中心。透过图书资料建制及举办活动的方式，让民众了解美国的文化与风土民情。想要积极拓展外语能力与世界观，就不可不知道位在总馆地下2楼的小小世界外文图书馆，里头典藏了许多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奖得奖作品。搭配丰富有趣的阅读活动及多媒体资料，提供完整的外语阅读环境。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支持文化的多样性，总管九楼设置了多元文化资料中心，提供多种语言的馆藏，让身处台北的新移民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国家语言文字的图书，以解思乡之愁。阅读中，美不止在字里行间，就连阅读的场所本身也可以是美的艺术品。位在北投公园内的北投分馆，以环保的设计与工法，让它获得不少国内外的建筑奖项。这所仿佛隐身在森林里的图书馆，不但是全台湾第一所钻石级绿建筑图书馆，更在2012年获选为全球25座最美丽的公立图书馆之一。坐落在青年公园内的太阳图书馆，则是一栋充分利用太阳能的节能建筑，包含使用太阳光电系统主动产能，更利用屋墙及门窗的隔热设计，有效降低热辐射，达到节能效果。这些分馆让图书馆不再只是阅读的场所，更蕴含了关切地球环保的深层意义。对于资讯科技的应用，台北市立图书馆一向不落人后。无人服务的智慧图书馆是一所没有馆员常驻于现场服务的图书馆，民众只要持晶片借阅证入馆，就可以自助办理借还书。24小时全自动借书站，也是北市图结合科技扩展服务据点的一大特色。跟智慧图书馆一样，可以提供全年无休的服务。这些运用科技管理的服务据点，让读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在轻松的借还书，随时随地享受阅读乐趣。为了提供舒适便捷的阅览服务，台北市立图书馆不断创新各项服务，提供市民更多的选择。自助借书机可以让读者自己进行借阅手续，大大缩短等候时间。而借书证与悠游卡的结合，不但能减去读者携带多张证件的不便，更可以自由进出智慧图书馆和使用24小时全自动借书站。各服务据点间可以相互借还书的通阅通还制度，让读者方便选择就近的图书馆借阅及归还图书资料。想看的书籍不在架上也没关系，只要申请预约服务，透过电话、 email 及手机简讯的通知，就可以轻松借到想看的图书。书香宅急便的服务也打破地域的限制，即使读者不出门，
也可以付费申请将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宅配到家。为读者个人量身定制的 My Librarian 个人化资讯服务，只要成为会员就能享有免费的新书通报服务。线上参考服务更是北市图专业服务的展现，任何与图书馆利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透过请问馆员的咨询服务获得迅速的解答。在家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透过远端认证，读者可以使用各类型的线上资料库及电子书，并可以申请国内外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作用包括大英图书馆、纽约大都会图书馆在内的世界知识宝库。为提升市民的资讯素养，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及四所分馆设有学习一乐园，并提供免费的电脑研习课程，全馆免费的电脑查询和台北 Free 无线上网服务，充分满足读者资讯检索的需求，让阅读从小扎根。北市图透过 BookStart阅读起步走系列活动，推动婴幼儿阅读，从零岁开始培养婴幼儿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让父母陪着孩子共同成长，营造书香家庭。每个周末的说故事时间，中英文志工带领小朋友阅读精彩好书，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培养阅读的好习惯。针对国小学童，北市图每年定期办理寒假阅读节与儿童暑期阅读活动，成功将阅读推进校园。北市图丰富的讲座活动也是台北市民不可或缺的心灵食粮，包括每月一书、市民生活讲座、作家与读者有约等，让民众工作之余也能持续享受学习的喜悦。只要是爱好阅读的人，不怕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北市图成立适合不同年龄、族群与类型的读书会，供民众自主选择参与，让阅读成为生活中的心灵补给站。活到老，学到老。因应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北市图在总馆及五所分馆设立了乐龄学习中心，提供55岁以上的年长者一个阅读、休闲和学习的专属空间。北市图也将馆内举办的各项活动上传至网站，不论是每月一书介绍、专题讲座、新书发表或留学讯息等，让无法到场参加活动的读者也能透过线上影音服务，仿佛实地亲临现场一般。台北市立图书馆积极与国际接轨，以及能够延伸台北市民与世界接触的管道，从民国90年开始持续与各国公共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换与馆员交流，让台北市精致阅读的品牌形象与国际社会同步迈进。未来台北市立图书馆将持续以丰富的馆藏、创新的做法以及优质的服务，引领民众走进图书馆，发现阅读乐趣，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与能力，进而爱上图书馆。
作为城市图书馆，北市图也将伴随台北市国际化的脚步，成为民众与城市竞争力最有力的后盾。